小鱼儿，来猜上猜上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小麻薯出新品了，粉丝说的，让我给你买了，然后我们来拍一个怎么样？期待吗？期待。除了胶带还有文具，也是小麻薯的哦。一共是三样东西，这个送的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荧光笔赠品贴纸，就是我买这个荧光笔送的。这个是盐系的，它还有一个是甜系，我觉得甜系不适合你，还是盐系的好。咱们来试画一下，看看这个颜色怎么样。这后面还有贴纸，哎，还送了一张。嗯，哎呀，好了，赚了赚了。然后这个是粉红色的，两头的嘛，打开看一下。嗯，那很淡的嘛，哪一头是粗的吗？嗯，软头的，软头的。哦，这个也很淡，这个是橙色加点肉色的感觉。这什么颜色？